制造混乱，浑水摸鱼。上处长，洗衣房发现海军制服。 生意人，你疯了去惹那个汪满春，惹日本人？哥，我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，你冤枉我了。那你刚才跑哪儿去了？我一早就来了。你一直在忙，根本就没看见我。那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要是发现你跟我撒谎，让我抓住了，我告诉你大哥。要告诉我什么呀？ 我们是不想告诉你，我们俩是什么时候排练？啊，对，就不告诉你们。<笑>嘴上说不来，原来还准备了这样一个好节目，你是越来越会瞒着我了。大姐，我这不是要给你个惊喜吗？给惊喜可以，但不要给惊讶，再吓着大姐。我谈的好不好啊？好，好极了。有什么好炫耀的？ 差点下不来台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讨厌，好好的非要泼一盆冷水。咱们明家就你行，就你能干。大妹啊，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，咱们自家人，我就照顾不周了。改天咱们一块儿喝茶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大哥生意兴隆。啊，生意兴隆，谢谢，生意兴隆的。哎呀，谢谢，谢谢。 合作愉快。滚！不是，走，走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过来，让他转过去，转过去。不是，不是，走走走吧。 转下，转过去。李秘书，您只是市政府的一个文员，你不是特工，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要第一时间通知汪处长，不要自己强出头。完事了之后，赶紧去看看医生吧，明天不用上班了。谢谢明先生。我一直在等你们的人来。 可不希望是你。那你希望是谁？还是希望是你？那这么说，我来对了。答案是怎么进？有可靠的途径？你能进来，途径一定理得比我顺。可否借你的路一用呢？我的路？ 不适合你哦，美人计。你会嫉妒吗？我为什么要嫉妒？我觉得你的计策我也可以用一用。你这么聪明，这笨办法不适合你。这是给哪个倒霉鬼准备的？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制造混乱，浑水摸鱼。我找到目标了，几号保险柜？7号。谢谢。你一个人能开吗？我要是开不了，你来救我呀。
先に失礼します。はい、いいですよ。小野さん、来てくれて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。君との約束だ、来ないわけないさ。騒がしすぎる。場所を変えないか。では庭園に行きますか。外は寒いよ。その格好じゃ風邪ひくよ。どこ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か。上に行くのはどうだい。いいわよ。領事館の事務員も銃を使えるんだ。領空縁が良くない奴をあしらうためよ。行って、何の目的で近づいたの。美人に近づくのに理由が必要なのか。最初はそれで信用していたけど、簡単ではないと思ったわ。この銃がいい証拠よね。帝国領事館の慎重さには感心するが、海軍の軍艦で銃を持つことがそんなに怪しいか。銃を持って領事館の宴会まで。銃には弾がないと言ったら。私が弾がある重さとない違いがわからないとでも思ったの。話せ。最初の男性を空にするのが習慣でね。話して。时间啊，
你动作快点，随时可能有人来。快点，有人来！今日の領事館は少し様子が変だ。はい、警備を強めます。怎么出去？当然是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了。がっかりだ。こんな時に残業なんて。だよな。おい。君たちも残業か？跑不了停机要匙。いや、桃子さんの友人だ。飲みすぎたから事務室に連れてきてあげたんだ。桃子さんは相変わらずだな。お疲れ様です。待ってください。君に会ったことがないな。だから桃子さんの友人だよ。領事館の人間じゃない。彼女の友人は全部知ってる。君は誰だ？桃子さんとは先日海軍クラブで知り合った。君には言ってないのかい？こちらに来てください。何か問題でも？桃子さんの様子を見に行く。ここで待ちなさい。君、開けなさい。いいよ。
桃子さん大丈夫？Thank you.
明长官，您来了。嗯。明长官，你说这特高科打电话叫我们过来勘察现场，我们来了，又不准我们进去，那你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回去吧。哎，里头南天科长又传出话来，说不让我们回去。我就不明白，76号是给他们日本人看大门的吗？怎么不叫救护车来？说是没有受伤的，凡是跟窃贼啊，凡是跟凶徒碰着面的，没有活口，全死了。全死了。嗯。林长官，这也够邪乎的呀！你说，这日本领事馆守卫森严，这凶徒是怎么混进去的？你说的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在混乱的现场，如何把破案的线索给找出来？等一下，您的证件。站住！我们一块儿的，下去。我们是下去，下去就下去。罗总，明先生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这次的案件一共死了3个人，屋里死了一个档案管理员，门廊那里死了2个，都是领事馆的武官。还有什么损失没有？他们窃取了第3战区兵力部署计划副本。他们一共几名凶犯？还不清楚，应该不止1个人。宪兵队正在搜集证据和对宾客名单，应该很快会有结果。他们这么明目张胆来窃取这份文件，无非就是想告诉我，他们已经拿到了作战方案，试图把第3战区的部署能够缓下来。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文件泄密，军部肯定需要重新调整作战方针。他们赢得了时间。请进来吧。这是今天前来赴会的所有宾客名单。我负责调查日本人这部分，你负责你们新政府的人。明白。这种行动没有内应，绝对进不来的。无论他是谁，藏在哪儿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南天科长在想什么？我想我的猎物已经开始出错了。猎物之所以是猎物，在猎人面前是一定会出错的。哼，我很欣赏明先生的说法。谢谢。我听说日本陆军总院的高级病房收治了一名级别很高的共产党叛徒。明先生，你对他也感兴趣？
我还听说他被捕前是银行的股票经纪人，所以如果南田科长发现他手上有扰乱上海金融市场的情报，请南田科长务必录给我一份。这没问题，不过你要有点耐心，他受伤很重，可能要瞎了。哦，不过眼睛瞎了没关系，只要心没瞎就好。我在意的是他能不能说出我想要的东西。接我们的人到了，明长官，怎么样？这是一份参加今晚宴会的新政府人员名单，你现在按图索骥找到他们，跟每一位到会的人员做一份详尽的询问笔录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哎，明长官，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打草惊蛇？需不需要秘密审问？今晚的动静还用你来打草？蛇都快自己钻出来了。留下证据的不是他，而是你。我？这块表一定是明太和日本武官动手时候打掉的。可问题是，那么多人在搜查现场，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这块表，偏偏就让你发现了呢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这块表一定是南田故意放在那儿。我跟他谈话时的角度，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谁去捡这块表，而捡走这块表的人就是他的猎物。你其实根本没必要去毁灭证据，因为证据本身是无害的，你不碰它它就没用，而你一旦触及到它，所有证据带来的危险都会指向你。还有我，现在南田亲眼看你拿走了证据，接下来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拘捕你，搜查你的房间、你的办公室，然后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严加审讯，直到你说出全部的真相，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不要停车！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，任何反常的举动都会说明我们心里头有鬼。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干掉南田，虽然风险大，但是我们别无选择。第一步，先找到两处房子，面对面的，要在步枪的最佳射程以内。最重要的是，房子必须要离周福海的公馆要近。第二步，林参谋一组
黎叔一组，我们两个一组。但是三个小组之间必须要做到互不知情、互不干涉，到时同时行动，干掉南天和班导。这一次我们不能假手他人，必须我们亲自动手。需要调动明台那组。 非得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调动他们。你们一旦他参与了，很可能就会知道我是毒蛇。我还不想这么早在他面前暴露。这次行动，恐怕你要受点苦了。这是我闯的祸，放心吧，我挺得住。成败在此一举，行动代号定为狩猎。是。